哦，湖南来的，湖南大陆听，这是杭州读书。大家好，大家早安。好。我是85年来到就是关主任家，成为那个田伟家族的一员。他们家就是给人家的感觉是不是读经班，是当我们是一家人。我们有来自越南的，我是中国大陆，他现在都叫强国。那也有那个就是还有那个印尼的，有时候因为有印尼读经班的也会来我们家，还不是。现在老大是大一，那我的小女儿是在我肚子里面，我就来到了那个读经班，现在才10岁。来到这个读经班，其实在中国大陆，我们小时候只有读唐诗啊，就是读一部分而已，并没有就是说像台湾那么完善。那现在我们就是我姐姐他们孙子，现在就已经就是比较推广了，就是我老大就是在国小。老大到高二的时候，突然有一天跟我讲，他说妈妈，我今天脑壳多温，你知道吗？100分哎！我说怎么会这样？他说，哎，你这样读经真的好哎！我的那个记忆哦，就在脑海里面就出来了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写。他说那个国文老师说，他说我的那个作文呢、啊，就全班朗读。我说，哎，那读经还是好哎！我说就是每个星期六。你只要花一点点的时间来陪你的小孩子，得到的收益是很多的。去年的时候，因为我白天晚上都有工作，然后我晚上工作，我就跟我们老板娘说，因为我们是做餐饮业的，我说我有在读经班那个代读老师，我说我星期六我不能去来上班。我们老板娘就说，我们这店开了10几年，从来没有这么歇业。如果你愿意的话，你就请我；不愿意，你说就另外再去找工作。后来我们老板娘说一说，哎，好了，那一个晚上可以给我找一个代班的代理。所以这10几年来，我也感谢我们老板娘，就是她也愿意请我，就是因为你知道六日的生意像服务业是比较好的。我的那个老大就是现在是大一了，老二现在也要升大学，那我老三也4年级，快5年级了。他们在这10几年中间呢，虽然就是到国中的时候，我老师就会说：“哦，我今天要补习，我要考高中的怎样？”我说：“那些都是借口。”我说：“你8点到10点之间，我说2个小时。”我说：“你看手机的时间都超过他。”我说：“你要去也要去，不去也要去。”后来我的员工说：“啊，今天点心是什么？帮我去吃点心好了。”有时候小孩子读经到一段时间，他到国中以后，就是说有时候就说我功课重啊，就找一大堆借口都是人长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们就是换一个想法，就跟他说啊，今天那个班主任他在煮什么，你最爱吃的哦。有时候就是用点那个美食啊，还有就是说，因为他读经也是很枯燥的，就是像我们这样，我们就是从8点半做到现在，是有一部分人是想度孤了，对不对？前面的那前3名，老大老二呢？
哦，大大哦，厉害的，孝顺的，孝心的。但是我一直鼓励他，他有一次数学就是从第八分进入到第十四分，他就说啊，妈妈我今天十四分哎，他班上有两个男同学比我，就是在我的后面，我现在第三名哎，我说你好棒，你想吃吗？妈妈带你去吃，妈妈老二跟我一样，好好，大吃大吃的，没事。没有很多钱，但是就是说可以维持就好了。然后我晚上回去的时候，我就跟我老爸说，我说读书好啊，不如人品好。我说我今天把工作辞掉了。然后我的小姐就说，哎，那我们就少了一个收入了。我说没有关系，我说你二姐既然有这份心意哦，我就在家里可以做一些别的啊，对不对？没有那一份薪水，但是我们可以就是说做一些别的东西来，一样也是可以过得很好。然后我的小女儿就是是一名早产儿，她身体没有很好，她在读经班，就是我们老师都知道她有时候就是用起来的时候大家都不会理她。其实读经我们不只是读经，就让她在那个课堂上静静的听。我的小女儿她读经并不是最棒的，但是她可以坚持，这是三年来就是说我们一般是不会请假的，就是在这样一个好的环境，我觉得你现在花一点点时间陪你的小孩，说不定到年纪大的时候还是你的小孩陪在你的身边读经。我非常感谢班主任有一个很好的环境，在他们家读经就是像一家人，我们没有分彼此。我们那个家长，就是我们每个月都有一个家长成长班，那我们来自我们的家长都来自各行各业的，就是我们的家长成长班有时候也是我们的家长教我们一些，像这个星期昨天我们是学习的那个母亲节那个花语，是那个班主任的那个小女儿，就是我女儿做得很开心。本来昨天是我上课的，那我非常感谢那个宋华老师，就是他全程都帮我带了，所以我可以就是说很专心的陪我女儿做一堂那个花艺课，非常有那个就是正好母亲节嘛，就是非常一个很有意义的课程。好，那个我的读经的理念，这是三年来就是这样，大家就是花一点点时间陪着你的小孩。或者是阿公阿嬷也可以，就是陪着你的小孩一起长大。好，谢谢大家。哦，谢谢。大力分享，十几年来跟着孩子一起学习成长的过程啊，刚才讲的是重点啊。那小时候要是不陪着孩子，那长大孩子就不陪我。这个理论我们大家都知道啊，苏妈妈非常的不简单啊，十几年来。坚持不请假，不是要请假，很少请假哦，除非说不得已，很少请假。他为了来读经班，他全部的假日就是礼拜六，好给表弟做，这比赛就到这两天。哎，他真的是坚持到这样子哦。好，我们再次掌声感谢。哦。他最小的孩子哦，那个请假哦，他现在小四啊，小五了。以前有一个叫做发展迟缓，发展迟缓，那现在大家都知道，发展迟缓它是需要那个叫做矫正的，还是要需要矫正的哦。所以说呢，他从小比较欢喜，他哪会欢喜？闪到一边去啊！谁都给他的责。但是他现在呢，他的最早来读经班就是晚上八点开始。他七点半就跟着妈妈来，他一上来的话就是一来的话就是直接到我们有三楼，解经班四楼五经班的，他就直接上四楼去，把那个桌子椅子排好。
他白做事情是原来是执行官的要做的事情，但是他就是把这个工作都做得很好的，而且开灯啊、开风扇啊，全部他全部都统包了这样。然后那个服务的精神真是超棒的哦，或许都很受他的感动哦。不知道我们亲家以前那个小孩子呀，快递的卫生哦，你看好久看到看，没人看得起，但是他现在已经能够学习到这样子哦。好，那这一课呢，大家听得非常辛苦哦。休息一下，好像有点心思了哈。耽误大家的时间了，我们先休息一下，好，谢谢大家。哦，谢谢谢谢。感谢讲师慈悲，前大主播，观大主播，在这里各位讲师，谢谢老师。那请问一下，公所那个待会我们休息20分钟，那请各组派3位伙伴就好了，因为。那个帮忙拿盘子，然后其他两位把后面各组有分组好了，你们点心拿到桌面，不要太多人挤到后面去。各组派3位到后面拿我们的点心跟我们餐。对啊，还不那么多人挤在那里。